大家好，我在北京啊，这里有一个老人在表演，我给大家拍一下，很厉害啊。Thank you.
人的骄傲。我是中国最棒的老年人。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，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，想要遗忘却重去忘记关怀，翻开的纷纷扰扰自由自在。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，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，于是淡漠了繁华，无法再开怀。于是我守着寂寞，不能回来。如今我已随便你猜想，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。原来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，想要遗忘却重去忘记关怀，翻开的纷纷扰扰自由自在。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，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，于是淡漠了繁华，我无法再开怀，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回来。用寂寞来回来你在这，也就这样永远离开。用寂寞来回那次是